陈立欢都没有把握住。对，这个球应该是要把握住的。你能够投进这一到两颗，真的不用多，是大大帮助球队。林志杰在故意得点上投三分，进了之后是十分的差距。看一下林志杰这一球，两个 crossover 之后，这个火锅扒出去之后，进攻时间剩下1.1秒，林志杰要想办法把这个射门给拆掉。林志杰单场第二颗的三分球，林志杰三字头的最后一天了。底线，哇，奇妙老爹来了！要猜帽，要猜帽了！现在福禄寿同时摆在场上，迫使梦想家在第二节喊出暂停，双方仅剩三分差距。林志杰的三分球加上蔡文成在底线也投了一个 long two。来看一下林志杰，今天有非常多的球迷，他在他的青春里面住了16年呐、啊，未来还会住几年呢？看起来还没有尽头、啊。我觉得球迷很可爱啊，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呢、啊。哦，真的生在有志杰的时代是幸福的。嗯，哇，看到这个明天就要四次投的超级老鬼啊，太不可思议了，真的有够鬼哦，而且档次。对，重点是大 B 哥在季初上半季跟下半季的进步。见鬼了，杰哥不要啊！明明农历七月还没到啊，怎么那么多鬼现在出现在和平篮球馆呢、啊？志杰在陈立焕几乎是已经贴到他脸上的情况下，硬是找出了半秒的出手空档。今天那三哥的三分球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哦，是都是在对位的情况之下，然后能够拔起来的，包括前面也有一次是在这1.1秒钟被他投进。这两颗，这样比赛扩大其实就已经满足了。前面一场比赛三分线外是3投2中，今天是首度命中。林志杰哇，闪过了大 B 啊！下标进了外线，另外一边林志杰闪过了大 B 的追魂锅，都照样撞上去。志杰想要再次吉尔贝克，用他的经验晃开了对手，但球没进。麦，漂亮的空手走位。6分其实也不算是打得不好，就是中规中矩。没错，但现在他必须要跳出来带领球队把这个落后的差距慢慢的拉近。吴永胜有两个三分球跟一次的超截，来看一下勇士的反快攻，来看林志杰。林志杰连续的假动作，在禁区没有机会，交给外围的简伟 catch and shoot， 在三分线外把握住。